writer. And a dreamer. And full-time making ends meeter. Early riser, with a nudge. High school struggler, and now college...也很迷茫，因为本科就来到了美国。这是第一次脱离父母，放飞自我，所以前三年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。所以大三的最后，我的GPA很低。到了大三，我决定继续求学。这时候我发现学历卷得很厉害，无论是本科毕业回国，还是继续留在美国，都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而这时候，我的DGPA也很难申请到什么好的学校了。 在这个阶段呢，我接触到了九牛问津的导师。九牛问津呢，不是团队，导师团队给我制定了一份非常完整的、详尽的留学规划，有精准的选校和强大的学术实习背景，弥补了我 GPA 的不足。